你们已经到了。我好像生疏的像是我今天刚来。我们是马奇瑞。你们是马奇瑞，我是金子。你们不然起个组合名字吧。金马。是是。我们上午发过课题，我上午没事儿哎。不是吧？感觉他好无聊啊。好无聊啊。哎呦。果然是同龄的人，一会儿可以聊两句。我当了院里来是分我一套房的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哎，咱哪天出去唱歌啊？好吸引人呀！我们会不会待得太舒服了，回去了？有这个隐患，来了确实走不了了，可能就是要留下这个印象。咱们这次题目总的建筑面积是2.2万平米，去掉两个零我可以做。这种2万平米在我们这儿已经小到极限了。我的天哪！今天这个课题是一个真实项目，每个人都会出具一个方案。你的这个方案是对周围的建筑伤害最大的。我不认为这儿还需要另外一个建筑空间。我再提一个问题，一针见血，